第十二题，四支试管中有一支是碱性水溶液，老师用吸管吹去至水溶液中，重复十余次后，发现试管内水溶液变成白色浑浊，请问可能是什么水溶液？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碱性的水溶液，它溶于水，而我们的 C 选项碳酸钙基本上是不溶于水，所以答案绝对不会是 C。而我们的吹气呢，会产生白色浑浊，是我们之前就教过的。因为我们的吹气的气体里面会有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碰到澄清石灰水会产生白色浑浊、白色沉淀。而我们的澄清石灰水就是氢氧化钙，就是我们 C 选项，所以我们这个溶液就可能是我们的氢氧化钙石灰水。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可能是什么水溶液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氢氧化钙。